蔡明的部分，因为对于他当初在他当初在教育部里面的状况是被推挤的，可是毕竟这个判决的部分比较属于法官自由行政，那可能也就接受，但是心理上还是会比较还是蛮失望的。法官刚刚特别讲说，因为希望就是你们对教育部服义务的劳务什么都 OK， 这个东西你自己怎么看？义务劳务可能到时候就看怎么跟教育部那边去讨论吧。实际上我起先的猜想是因为我学生身份，所以我们应该刑度会稍微低一点，对。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像就是法官认为说有检讨态度等等的各种状况就可以施人免除刑，他就是用这种量刑的轻重，他表面上讲呢，表面上是讲说是因为情节的问题，可是实际上他是用这样的方式要尝试要来教化这一些我们参与抗争的这些学生或者是伙伴。那实际上是就是实际上他这样子的量刑本身，它就是一种对于运动的分化，那也就是对于实际上是对于抗争是一件非常不友善的事情。